秃头男正对着镜子抹生发液，可下一秒生发液就像是有意识一般吸附在了他的头皮上。男人也在一瞬间感受到了疼痛，但为了长出浓密的秀发，他还是呲牙咧嘴地涂满了整个脑袋。殊不知这个小小举动会让他多么追悔莫及。就在一个小时前，男人还是长这副模样。为了摆脱地中海造型，他斥巨资在拼夕夕上购买了一瓶生发液。虽然包装简陋了点，但是商家一再保证这款产品好用零差评。男人微微一笑，找出了产品说明书。他的使用步骤也是简单，第一步就是将全部头发剃除掉，接着再抹上生发液，然后将商家送的硅胶套在头上，静置几分钟之后，就会长出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。他对着镜子看着每根都有自己想法的头发，纠结着到底要不要动手，本来头发就不多了。思索片刻后，男人还是咬咬牙，拿出剪刀狠心剪了下去，最后还将自己的满头杂毛全部剃得干净，怕影响使用效果，还用剃须刀给他抛了个光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男人将生发液倒在了手上，并伸手就要朝脑门上涂去。这时生发液就像是有魔力一般，主动朝着他的头皮贴去。男人也在此刻停下了动作，他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突然感觉光头似乎也不错呀，可比以前帅多了。紧接着他余光一扫，看见瓶身上笑得一脸真诚的男人，他还是决定动手，毕竟这可是花了9.9块的高价买来的，可不能浪费呀。就这样，男人将生发液全部抹在了脑袋上，一点也没浪费，伴随而来的还有阵阵刺痛，但他全部都忍了下来，担心不够还用眼睛对准瓶口不断地用力挤压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很快降临，生发液飞溅而出，直接射到了男人的眼睛里，就连整个人也飞出了几米远。来不及多想，男人立刻打开水龙头清洗，可无论他怎么清洗，却始终洗不干净。男人的脑袋长满了青春痘，他没忍住伸手挤了一个，结果一道白色液体瞬间喷出，而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。只见挤破的痘痘上竟然长出了几根乌黑的头发，并且生长的速度越来越快。男人顿时由惊吓转为高兴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不久前，男人为了长出头发，在脑袋上涂满了生发液，他将硅胶头套小心戴上，接着静静等待奇迹的降临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他就感觉头皮一阵瘙痒，但是为了能长出浓密的头发，他还是坚持忍了下来。可忍着忍着，他就发现了不对劲儿，脑袋上啊就像是长了什么东西，于是他急忙跑到卫生间查看，而这时的头套就像是粘在了头皮上，怎么也扯不下来。没办法的他只能用力从中间撕开，洗掉满头生发液之后，脑袋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痘痘，用力一按还有点疼。他尝试着挤开一颗，里面竟然长出了一缕粗壮的头发。男人似乎找到了诀窍，再次尝试挤破了一颗痘痘，得到的是相同的结果。这一下他开始肆无忌惮，朝着满头的痘痘发起攻击，直到双手沾满鲜血才最终停止。不得不说，为了长头发是真的拼的。此时男人的脑袋上已经开始长着头发，但他已经疼到了极限，为此不得不脱掉衣服，在水龙头上不断地清洗伤口。一切结束之后，男人拿出了吹风机将头发全部吹干净。没过多久，满头长发的男人就走了出来，看来这拼夕夕上的生发液也还不赖嘛。好不容易长出头发，男人立刻拿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，可没等他拍完，眼睛就一阵刺痛，他对着镜子惊恐地左右扒拉着眼睛，好家伙，里面竟然长出了一颗头发，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。注意看，男人的眼睛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没想到竟然是一根头发，并且还在迅速生长着。男人努力想要将头发拽出，可始终下不去手，眼看着眼睛越来越疼，他只好把主意打到了锋利的剃须刀上，并不断地给自己打气。做好一番心理建设之后，男人就这样一只手掰开眼皮，另一只手拿着剃须刀颤颤巍巍地朝眼睛伸去。好在结果不错，男人成功地将头发割断。这会儿的男人似乎忘记了疼痛，对着镜子不断地摆弄着头发，还拿起用完的瓶子想着一会儿给商家一个五星好评。但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，眼睛又开始疼了。他再次对着镜子努力查看，这不看不要紧，一看吓一跳，只见他的眼睛上竟然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头发。男人不能接受，生气地捶打着镜子，没成想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摔倒在了浴缸里，顿时晕了过去。吹风机也在这时打开了，并不断地烘烤着塑料浴帘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在吹风机的不断作用下，浴帘燃起了火苗。男人也在这时清醒过来，此刻的他活像动物园里的长毛猩猩，感受到周围温度不断升高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手脚并用爬出了浴缸。现在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报警，但可悲的是，他好不容易找到手机，却发现根本没有信号。还没等他绝望，一回头，屋内已是火光冲天。他强忍着高温，准备逃出屋子，却发现根本无处可逃。他看着镜中的长毛怪，始终想不明白，自己不过就是想长个头发，为什么还搭上了一条性命呢？直到他再次仔细看了一眼买来的生发液，才发现它竟然是三无产品。所以说呀，买东西千万得看清楚标签，千万不要贪小便宜。悟空闹电影，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。